不过可惜，后来我跟我爸离开了那个城市，就再也没有大锤的音讯了。小姐，不要太伤心。安卓小姐一直在默默的等待着那个大锤。干弟，干弟呀，咱俩还有一盘五子棋没下完，那我上你屋接着下完去。没事，你，哎，阿伦啊，你是阿丽的男朋友吗？就把这当家吧，随意啊。安卓，哎，是我呀，我是大锤啊。你不是阿伦吗？阿伦是我的姓，大锤才是我的名儿啊。伦大锤。对呀，我爸爸是有名的铁匠，我们家一共三个兄弟，老大伦大刀，老二伦斧子，我是伦大锤。你忘了吗？咱们俩还是一个托儿所的呢。不对啊。我小时候没有去过托儿所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小时候我们家住香港油麻地，旁边是有一家托儿所，哎呀，我就是香港人啦！对呀，我们那边叫幼稚园啊。小时候你经常过来找我玩，然后玩过家家，我演泰迪，你演妈咪，你都不记得啊？你别再说了。你什么都别说了，我真的都不记得了。安走，你就算忘记这些，难道你忘记了玉红幼儿园门口的山楂树吗？山楂树。对呀，为了给你打山楂，我捡起一块石头就扔了过去，结果你扔到了马蜂窝。然后我就牵着你的小手跑啊跑啊跑啊，当时你还问我牵手会不会怀孕，结果你告诉我说牵手不会怀孕，亲嘴儿才会。